终于到了，耶！大家好，我是小叔，那么也好。嗨，今天是一个开箱，对不对？嗨，我要开箱一个东西，我一直担待的东西。那个东西是什么呢？我马上介绍给大家。大家觉得是那个对不对？那个对不对？就是这个。大家以为是10万订阅的那个吗？不是，我那个还没有收到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个又是那什么呢？我们一起开吧。我这个是一直等待、一直等待的东西。慢点。我的地址没有落出来。要求。打开了，我还没看哦，还没看。行了，等。这个就是ジニーのファン，哒哒，相反战斗，这个你看，我的 T 恤，太小了，打开。对，这个就是我自己设计的 T 恤，这个的小，还有一个就是这个，哒哒，气气。这个 T 恤就是我跟这个范多拉一起合作的一个 T 恤，哈哈，我终于收到了两件衣服，就是老婆的。那这个是我的，耶！去玩看看，一、二、三，嘿，这样。どうも，自己设计的イクラオス T 恤呢？对，没错，最开心的是我，开心。这个范多拉是自己设计的衣服，这样子可以帮我印出来，然后完全定制，我没有。库存的压力100%棉，重要，很棒，嗨，所以呢，自己画的东西变成衣服，自己穿，所以大家像我一样画画的，那居然作者的大家，看一下这个范多拉子公司吧，然后呢，嗨，然后如果大家这个衣服喜欢的话，帮我看一下下面的链接，耶。嘛，真的喜欢的话呢，远远都知道我是谁吧。所以我觉得最近是对创作者来说很幸福的时代，没有库存的压力，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的东西，耶！哎，那就这样子。如果大家喜欢这个影片的话，请大家多多订阅一克老师 YouTube， 这样子然后分享。我有 Facebook 的粉丝团，也有 Instagram， 请多多追踪一下。嘿，下次见喽！嘿，我今天是去玩这个，然后去 YouTube 的活动。嘿，那就大家下次见喽，拜拜。